Hello, everybody in Taiwan. 我是 Steven, and 我想问一下这个裁判。裁判长，为什么昨天我们在检录之前袜子是合格的，为什么到最后又不合格？能不能解释一下？其实那个就是那个袜子是他们检查的，并不是我检查的。假如是我检查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说：“哎呀，不是了，不是了，不是这样子呀。”其实呢，昨天那个事情啊，是这样的。我现在现场还原一下，给大家稍微看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两位两位。什么还没开始？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其实前面他们在那边踢的时候，我是没有注意到，因为我长得没有太高。但他最后这一脚踢上来的时候，这个脚刚好就在我的眼前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这袜子看起来稍微有点怪怪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决定说，哎，要暂停，要暂停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就是你们自己爱作弊嘛，就你们的问题。所以你不好意思，失去资格了，走开。哇，为什么会？哎，你赢了，你得到冠军了，你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赢了。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太好。哪里不好？你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讲。那个台湾啊，不是 ，sorry 啊，应该说是中华台北，他们算是一个国家嘛。我跟你讲，他们没有用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比赛得了冠军之后是不能唱国歌的。像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呢，就算去抗议，也不会有人鸟他们的，我们不用担心。而且在他们台湾有一句话叫做“西瓜微大饼”。其实呢，我没有收钱，但是我很喜欢吃西瓜。如果你们不高兴的话，你们可以从此不要参加比赛啊，或者是说你们来打我啊，我会怕你们了吗？来，我们哇！你刚刚是说打？该闭嘴的人应该是你。我刚刚是，谢谢大家。洪信天的问题就是，为什么昨天杨淑君在9-0大幅领先的时候，你才说要暂停比赛？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？为什么要那个时候才说？这可不可以让我先讲一下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吗？我懒得讲太多，你先讲 OK。谢谢。其实当初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的，那个台湾来的选手看起来漂漂亮亮的。那感觉起来应该不是很会踢，我一直听到说他很会踢，我其实不太相信。结果两个人一出来踢的时候，没想到他短短的时间啪啪啪就踢了很多脚，哇！以这样的实力来讲的话，哇，一下子大概就可以踢到这个金牌拿在手上，一定会变成世界第一。还有那个大陆的那个选手来，可能踢也被他踢掉了。你们应该还是会拿到金牌的。不是，这件事情跟那个金牌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不知道。还是我来讲一下好了。我们就重现当时的情形好了。两位选手，是的，昨天那个情况是这样的。一开始他在面这样踢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这个台湾来的选手长得很漂亮啊，你看这个脸很可爱，算是我喜欢的型。哎，这个腿呢踢得也蛮漂亮，其实这种腿，你看，哇，这种腿这么漂亮，我想说多看。你有事找我吗？没有，没事，您继续讲。对，因为她很漂亮，所以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一直看。后来发现不对，我不能让她赢，她这么厉害，我赶快按暂停，按下去之后，后来一看，有没有？你稍微等一下，这边有特写，她有没有碰到不太好？然后呢，一看就刚好剩下了12秒了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才按下去，是因为我也注意，而且她前面脚踢得太快了，我来不及看到她的袜子，后来才发现，所以你们大家不要误会。好了 ，OK， 这件事情因为你的袜子不合格，你丧失资格了。那你也没有，你可以下去，你得冠军了 ，OK？ 哎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你们也不用想这么多了，因为呢，你们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哦。我跟你讲，其实呢，你们台湾呢也不用太紧张，你看
你们的那个发生这种这么大的事情之后，你们的那个总统也没有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们，你们那些台湾人的愤怒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啊，你在打我对不对？没有，你在打我对不对？我只要请你吃饼干。我告诉你们，你跟那些台湾人一样，因为呢，你们就算现在很生气，再怎么打我，最后呢，看到了这个韩剧，你们还是要继续看下去的啊啊！那最近有个韩剧，我的老板是恶魔，很好看，你赶快去看。我的哦，已经开始演了吗？赶快去看，完结篇。韩剧要演了，赶快去看，赶快去看。你看。先这样子，这边就没有这个才没有人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是这样，你们台湾人不要太等。等一下，我是菲律宾人呢，我看韩剧干什么？对，那你菲律宾人打我干嘛？也对，那没事了啊，没事，对不起。好了，这边没有台湾人，我可以说了。其实呢，我要说的是，你们台湾人自己要想一想，你们那个这件事情发生了，看起来好像很生气，其实事情过了你们就忘记了。要不然台湾人，你们来打死我，我帮你们画红心啊，来打我啊，你们来。就算你们现在把我打死了，你们还是接着哇继续看韩剧的，你们等着吧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一段完全是做给全国的观众朋友看的，我们金矿靠